出手，三分球有。这次敏哥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发挥。嗯，我想其实昨天的那场比赛也只是一场比赛而已。第一节倒是有蛮多出手机会。苏伟吉廷的三分球，今天来看一下吉廷的三分出手，在推快攻的当中，其实在运球的过程当中，苏伟。漂亮的第一步之后，摆脱对手来一个中距离，但又是一个转换的机会。苏伟对抗之后出手，哇，差一点是一个 N1。嗯，哇，所以在大家机会没有很好的时候，他选择了自己做一个一对一的进攻。苏伟自己上篮，这个前面的假动作，先来看一下这个假动作，眼神一看，马上小烈就被吸引了过去。嗯，除了就有做到一个变挡之外啊，还有一个眼神的交眼神啊。布伦斯，哇，这球，结果球没有拿到，后面有金榜来。一样，苏伟在首发当中机会找到了三分空档机会，然后证明自己还是可以打的球员。嗯，苏伟，哇，过了对手之后放篮差了一点，前面第一步是，而且第一步完了以后直接收球做到挑篮的动作。戴维斯叫林苏伟直接投篮啊，马上就是一个三分球。应该又是一个急停了，苏伟再来一颗吧！今天的九分令 on fire， 慢快攻找到一个三分投篮的机会。其实，在运球推进的当中哦，其实应该就要有防守球员上去做跟他做到一些身体的对抗哦。哇，又是苏伟，是。才在林书伟得分之后，现在得分来到28分，他也退场休息，就个人单场生涯新高得分纪录。